哇，这个南昌拌粉太香了。很久没有吃南昌拌粉了。一口气说完，快乐的标配。一口又一口饭，绝绝子！一百分。这个是绿色心情拿铁，超级大的烤烧饼。小龙虾真大，今天这个小龙虾太大了，是我买过所有小龙虾里面最大的，就不叫小龙虾，像巨龙。南昌拌粉真的太好吃了，它里面会有很多的腌菜，还有油炒萝卜，油油香香的。对于南昌拌粉，我真的百吃不厌。还剩好多配菜，今天的肉炖得太咸了。这个是加热过30秒的，我再慢慢吃，把这个料吃干净。那我们今天视频就拍到这里吧，拜拜。